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看我这是什么设备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帽子，我想准备，哎呀，捂死我了，我想准备去往山里头走一走，往山上走。然后我不是，你看我平常戴个口罩嘛，因为我是虽说是农村孩子哈，但是我有一点冷空气过敏，不是矫情，真的是就一吹起那种嘎的那种，所以我就经常戴着口罩。然后我要是往山里去呢，眼睛这一圈一吹就起那种，就是那种像荨麻疹似的那种嘎的，所以我想买一个这个东西。我花了39大洋在某宝上买的，等我研究好了，我就要往山里走了，捡一点五味紫藤。有喜欢的网友发那个快递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们发过去，让你们呼肉也尝一尝啊，尝一尝我们山里头独有的口味。我和我妈要去推磨了，把这个苞米推成碴子喂鸡喂狗。把门开开啊。我带着我的设备和我妈出来，我们俩去推磨，正好试一下我这个眼镜上不上霜，还可以，没上霜，这样我就能放心的戴着我这个帽子出去上山了，但是有点太憋的往太捂了，喘不动气儿。我们到了磨坊，在家吗？真好啊，他的大牛开始吃，喂它了哈。他还怕，你看他那熊样，我戴个帽子，他以为我是什么东西。这俩牛好像一年的吧？看看啥？我是人啊，别怕啊。他那脚一样大。推鸡饲料。你看给他怕的。这大牛好像在哪儿呢哈？你看他们都要被我吓死了。这俩牛好像是在哪儿呢哈？不是，他怕我，他以为我戴个帽子，他以为我是什么玩意儿。快到40了吧？看不清。40吧，差不点。Thank you.
啊懂啊，你不懂就是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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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